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成。这期视频呢，和大家分享一下卫生间的窗户加排气扇这样的设计。很多人都是玻璃开孔的，这样是非常麻烦。一不小心玻璃又碎了，这样的话呢，不用拆玻璃，而且安装拆换又很方便。兄弟描绘都市风景，汗水泛滥，辛苦钱，阖家团聚笑开颜。银锭工，嘿，铁脊梁，祖国的建设我来帮忙。不说苦，不说累，汗水浇灌明天更美。看到没有，装好的效果就是这样，非常美观，而且好看，实用，不用刮玻璃。现在我们插上电试一下效果，看看怎么样。背面看呢，也很美观。非常静音，也很美观。如果装上玻璃的话，效果就更好。我们看看背面怎么样。大家觉得卫生间的窗户这样装，地上效果怎么样？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谢谢大家，欢迎评论下方告诉我。